各位战友们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战地风云五》这款游戏的攻略。让我们继续这个第一章无极英雄的攻略。This next one on your own, all right? Just like you did all those banks, remember? Yeah. Yeah. We'll get it done, no bother. You all right? Yeah, of course I am. Listen, take this. This goes bang on everything. Right. I'll get down there, finish it up. Get you some help. I'm holding you to that deal. Yeah, just do the job and we'll see.I'm gonna have a little kip in this shithole. Don't stand there staring at me. Move. Go. Better get a move on then. Need to knock out all the supplies here. Might have what old Mason needs in there. Need to shut down those radar stations.其实《战地风云》这款游戏呢，从第一代开始就已经，有所改变了。哎，这是什么情况？哎，大家看到了吗？我这枪好像隐形了。这个绝对是它这个系统的问题啊，它这个游戏软件系统问题，这是一个 bug 啊，漏洞。我希望这个公司啊。看到了吗？这隐形，这枪是隐形的。希望这公司随后这个升级系统的时候给它改进。把这枪换掉了啊！那枪老是隐形的，隐形枪。我们刚才说到啊，《战地风云》这款游戏呢，作为。使命召唤系列的对手啊，对手游戏。那么它自从《战地风云一》开始啊，做了比较大的改变，这个游戏更加注重故事啊，故事性，在它的故事内容方面做得越来越好了。但是它的故事内容并不长，啊，跟《使命召唤》不太一样。那么今年《使命召唤》系列出的《黑鹰》啊，《黑鹰计划》第四代啊，那游戏呢，它只有在线版本，没有故事情节的。让我们来到这个基地，我们先摧毁第一个目标，在这里，大家可以拱狙，拱狙可以轻松搞定。Yes! 哦炸的这威力太大了，威力真的是太大了。就是第二个要摧毁的目标。其实刚才那边爆炸，这些人应该过去看啊，离得不是特别的远。那么大动静的爆炸，绝对要在现实中绝对能把这边的人给吸引过去。
有人说这游戏不能做的太真实，太真实没得玩了。不过这个我倒是同意啊，游戏毕竟游戏，主要有乐趣啊，让大家爽啊，让大家有这个这种娱乐的啊，这个休闲啊，在里边就好了。所以刚才那个狙打爆了那个目标之后呢，没有人发现我。大家如果自信自己的枪法的话，可以硬闯，不用像我这样走潜行。在这里安上炸弹。炸弹一激活，它这个炸弹这激活的很快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尽量赶紧快速离开这里。第二个目标也摧毁掉了，现在需要到其他的营地。走得好远啊，不过大家还是有必要的，有必要这么长距离奔突一下。因为下一个地点我建议啊，给大家去先去的一个地点，先拆除那个警报装置。那个警报装置呢，就是需要这么走。我是懒得去找交通工具了。进入敌人通讯地堡，那班格马特我们需要。这是地堡，大家如果从正门走的话，一定会被发现。我还是建议大家先到这里把这个警报装置给拆除，这样他们不会叫援军了。然后我从后边绕过去，从后山绕过去。后山有块高地啊，比较对你的作战比较有利。
换成这把狙。这把狙是消音狙啊。对你射杀很有利。操，这就是这游戏的真实性啊，它的真实性在这里。这个弹道轨迹，它并不是说你指着它指到哪里直接就打到哪里，那个子弹会有一个飞行的距离，越远你的瞄准的方位就需要改变，这点和真实有点像了。所以子弹不再是你指哪儿打哪儿，你要需要稍微指的歪一些才能打中，尤其是超远距离的。Preacher to HMS Sussex, can you hear me? Hello? We'll need an evacuation, so, you know, just don't leave us behind. We have 剩下最后一个敌军驻地，让我们离开这里。开一下汽车，开车比较快。直接闯卡。摧毁雷达设施，这里有两个雷达设施，我们需要先摧毁一个，这是其中一个，咱们用狙先干掉他。
That's a radar station. There we go. 这下应该都干掉了。There, one safe cracker special, courtesy of Billy Bridger. 哦，到了敌人面前了，太强了！这么多。 第二个目标，好了。梅森汇合，所有目标搞定，回去。 我绕个圈啊，绕圈过去，中间这个敌人太多，绕过去，比较保险。